Hello，大家好呀！你们的论文区 UP 六六又来了，这期给大家分享如何高效养成六星式神，以及各种达摩的用法。我徒弟呢，认识我之前，把一个白蛋喂到五星满级了，之后还兴冲冲的给我看，师傅，我厉不厉害？我当场，白蛋呢是升星用的，升级需要的经验是其他式神的一半。所以特别容易升星，我们一般开了四星或者五星才用，但是放结界培养只需要培养到三星满级就不用管了，剩下的事交给一键升星。众所周知，两星白蛋满了之后吃两个一级 N 卡就开了三星，然后再吃三个开三星的20级 N 卡就会变成四星。大多数白蛋到此为止了。上下这两颗白蛋其实是同一颗哈，我们就用蓝线把它连起来。少数白蛋呢会需要升到五星，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个五星白蛋需要的材料。是的，需要四个开四星的白蛋，同时它自己还要吃到四星满级。我们的式神养到五星呢，和这个白蛋需要的素材一样，仅仅是这些了吗？不，六星式神需要5颗五星白蛋。那么我们就来一个随堂小测验。请课代表回答，全是两星狗粮的情况下，就是说没有任何三四五星的可用素材，养成一个六星，到底要多少白蛋，多少 N 卡？答案呢，我们会在视频的最后揭晓。我们经常听到带狗粮，一般是指 N 卡和白蛋，也有一些少数的 R 卡。SR 级别的，如果抽到多余的现成的三四星狗粮，我通常选择三星的返魂。四星的留下来升星用，N 卡只需要升到两星满级，然后开三星用。主要培养途径呢，困28、聊宴会和结界培养，还有经验副本、十句等。先看困28的高效刷法。刷28的话呢，如果你这个号，像我右边这个号，着急要狗粮，就可以左边的号带输出，右边的号全狗粮，然后只打经验妖怪。同时刷任何像经验副本，或者十句，或者带狗粮的时候，只要跟经验有关，你都可以打开你的经验加成。然后呢，就是升级经验酒壶也很重要，这就需要你多参加聊活动，多打一点结界。还有就是每周2次的聊宴会要记得参加。接下来看红蛋的用法，可提供 N 卡1.5倍的经验，最佳用法不需要培养。直接喂给蓝蛋，其次的用途呢和 N 卡一样，但由于自身价值比 N 卡高，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就应该用来只喂蓝蛋。红蛋和灰票都很容易大量买到，如果你升六星的需求很多，那你就需要用多余的这个勋章或者友情点来商店购入适量的灰票或者红蛋。接下来看蓝蛋，可提供大量经验，最佳用法，吃5颗红蛋。之后喂给暴食鬼，吃五颗红蛋呢，是因为它有一个最佳的性价比。自从有了暴食鬼之后，升六星变得比原来简单太多了。白蛋升到三星满级，能卡升到两星满级就放那儿不用管了，一键升星会帮你直接算好，只要保证暴食鬼里有足够的经验就行。除了把蓝蛋13级的蓝蛋直接喂给暴食鬼，填充经验之外呢？还可以喂经验手札，功能和用法都跟蓝蛋一样。两星提供的经验比较少，三星提供的经验就和13级蓝蛋差不多了。后面每高一颗星呢，经验都呈3到4倍的增长。所以每月大型活动，商店里如果有经验手札，也是非常值得购买的，尤其是高星的。我们就来看看这期活动。就是看起来很阴间啊，首先它没有单独售卖的高星的手札，第二，它竟然把式神碎片这种东西和勾玉还有经验手札放在一个箱子里，并且是骗人的。我就随便开了20个，竟然只有一星和两星的。刚刚大家看到过，一星和两星的经验手札就啥也不是，就无语啊。咋的，是嫌我们式神升六星升得太快了？搞这种阴间玩意儿，哎呀。就当啊，帮大家避雷了。最后来说说黑蛋吧，升技能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展开说了。推荐大家去看我之前这个视频，着重讲了当前版本式神的优先养成。当然，
萌新一般黑蛋都不够，你就一个一个喂，喂到有用的技能满了就不喂。比方说大蛇和明豆子，二技能满了就先别喂了。一般情况下呢，式神的一技能没有太大用处，所以如果能喂成155，自然是最欧的，省了4个黑蛋了。最后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升级六星式神一共需要多少个白蛋，多少个恩卡呢？答案是29个白蛋，330个恩卡。网上流传的其他说法，比如说只要90个恩卡，不拉不拉，那些都是错误的。但是你每拥有一颗现成的五星白蛋，就可以省掉55个恩卡，现成的四星呢，就可以省11个恩卡。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每期的神刊三种蛋都要换，还有就是大型活动的时候，五星蛋、四星蛋都可以买起来。好的，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制作不易，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还请关注加三连支持一下阿婆。我们下期见，拜拜。